我是子莹，中午之后便加入了爱康。当时的我没有任何社会的经验，更加没有强烈的学历背景，所以梦想跟成功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。一直到公司所推出的 CBB 计划，加上 Gen Y Project， 让到我的组织看到了希望，看到了未来。抱着相信的信念呢，而今天也成为了第96位的百万皇冠。常说努力靠自己，成功靠团队。只要你紧握着您的梦想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，而塑造一个完美无敌的团队，成功肯定属于您。